你，咬死你！Hey， 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我们来看我们团队生存游戏的影片。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基本上我现在都不能出去打生存游戏，要等到五月多我才能去打生存，因为我现在还在疗养当中，因为我的脚，对，那时候台中一个骨裂，他妈的就这样子。这一次影片的话是我们团队的副队长董哥，他把这一次所有的原档的影片都把它丢给我来剪辑，现在的话基本上我已经剪辑了差不多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一下这个那一天的台湾 CUB 俱乐部的精彩影片。 OK， 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影片吧， Let's go。吓死了啊，结束了。